humidity.是使用的83的平刀，所有意式刀和多功能刀可以自由切换，所有的刀是兼容我们所有的市面上的绝大部分的品牌刀都是可以兼容的，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所以机身的材质全部是铝合金的机身，这边是属于不含 BPA。 不含 BPA 的材质的塑料件，对人体健康有保障。我们这个机器的特点呢，就是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人性化操作，刀具可以看得到，直接显示我们的刀具。第二个，我们可以做时间控制，做精准控制。第二，我们在直接一键可以切换我们的单份、双份。 那随时还可以做我们的补粉，就是手动的补粉这一块也可以做。在我们在调整我们的建筑的时候，当我们做意式咖啡的时候，调整建筑是通过我们右边这个旋钮向前旋，是表示我们的距离是越旋越小，就是我们的粉的距离会越旋小。旋的时候，在同时这边的刀盘的建筑的数字会跳动，这是。 微米级的，就类似于小数点后面三位数的，所以这个精确度是相对来讲是跟类似于现在的麦赫迪的新出来的 180S 这种级别的这种数据显示的。那同时我们的这上面的还可以显示我们整个环境的温度、湿度，都是可以的。 在我们调整我们单双杯的切换的时候，是通过我们左边的这个按键，在右边的这个按键，单杯、双杯相应的图标，我们在这边就会变化。看，它的耳朵是一个单杯和双杆的。当我们需要补粉的时候，就是我们轻按这个点按，它们就自动在补粉。就是我们这边整体的机身都是全航空铝的机身的材质，我们的电机是采用的。 和麦赫迪差五式同样的厂家的电机，同样厂家电机，所以电机动平衡都是全部做完，机身抖动相当小，对吧？我们所有使用的功率大概是有800瓦以上，无论使用哪种豆子，除非你是金属会卡豆，不然它是不会卡豆的。我们这边的这粉盘接完以后是直接可以做完以后接完掉下来以后可以拿去给它做清洗，清洗完可以水冲都可以。但为了防止震动。 我们这边是用磁铁和它们是在这边吸住，让它们就不会有任何的震动。所以我们这款机型在这边的通风和外围都是符合我们这个空气对流的，尽量的把电机的温升引到斗舱里面的，给它做得很小。我们现在的这个粉架基本上能够兼容所有全世界品牌前四大品牌的这个滤网把手。 它做完以后高低是通过这个上面可以作为调整，你可以调高调低，这个可以放高放低，根据不同的把手。那我们为了保证，我们现在市面上的咖啡师最不喜欢的问题就是这个粉掉下来以后不能在这一中间，对不对？我们这个是掉下来，就是基本上都是在正中间，而且我们的更适合咖啡师的习惯。咖啡师做完以后都喜欢为了把这个尖尖给它照掉，它会这样子，我们是没任何问题的，就是做完以后我们是在通过压粉器去做，一般是情况是很好，这是我们在最近这几天的测试的这个结果。 进入设置画面完以后，再上下滚动。这里是语言设置，简体中文、英文、法文、德文那些、意大利文、日本语、韩文。在机器操作的时候，我们主要实现三个功能。第一个功能是在咖啡机在使用的时候，它是要使用单剂量的还是双剂量的呢？还是这单剂量和双剂量的切换是通过我们右边这个触摸电容、触摸按钮。 触摸按钮，它会假设我一。
一份的时候你看到十一个耳朵，两份的时候就类似是两个耳朵，它就是表示我们这个这是一辈分，这是两二剂量的。但我们在磨完以后，我们先以一剂量的做演示，我们再做演示完以后看，我们在做的时候，好，做完完以后，这咖啡师他就可能是这样子，对不对？当咖啡师称完重量，咖啡师称完重量觉得重量不够的时候，他就需要点动。点动，我们的点动是时间，是点动一下，我们可以后台可以控制点动时间的。那我调到后台去的时候是有两种方法，这样子可以，是不是？这是我们的第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我直接长按这个屏幕，就让你自动去调。你想，现在我们这个一分七秒是不对的，我二点七秒，我假设是单剂量、双剂量，我就三点七秒就可以了。那我手动的时候，我现在补粉，我只补了零点五秒，那我可以设定它每一次补的时候说零点六秒、零点七秒。它做完完以后呢，就这种，你看它的剂量，也就是我从后台也可以进，那我也可以直接设置。你看设置的时候有第一个工作模式，我现在抽空都是用前面的，那我直接手柄自动，我就都可以再来选择。但是一般情况下不熟悉的是建议直接用抽空，这是我们的工作模式。这刀盘重置就是你这多做了多久完以后，要什么时候你换过刀盘都让你看，都会有这个让你记录起来。还可以选择就恢复出厂设置，就是调到我们原始的这个归零的位置。那弄完完以后，假设我们这个间隙要去调的时候，你看一下，现在我们调的是170微米，我们这个旋动的时候，一般情况下使用中的时候不建议去调这个事情，使用完了完以后你再慢慢去调，调到你想要的。但是使用调会一个情况，就是会一种我如果调松是没问题的，就你反方向调啊，把间距调大。但你如果是使用中去调，有可能把它电击，就是等你有豆子你强行给它压掉碾在上面嘛，就有可能会这种，但是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呀。这边就是散热完以后再从左右两边再形成对流，防止电机的热量再带到我们那个豆仓里面去。